方寸论，四祖道信是牛头法融，道德网站提供，东方阳溪公颂。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，河沙妙德总在心源，一切界门、定门、慧门、神通变化悉自具足，不离汝心。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，一切因果皆如梦幻，无三界可出，无菩提可求，人与非人性相平等，大道虚旷，绝思绝虑，如是之法如今已得，更无缺少，与佛何殊，更无别法，汝但任心自在，莫作观行，亦莫成心，莫起贪嗔，莫怀愁虑，荡荡无碍，任意纵横，不做诸善，不做诸恶，行住坐卧，触目欲缘，总是佛之妙用，快乐无忧，故名为佛。法融曰：心既具足，何者是佛？何者是心？祖曰：非心不问佛，问佛非不心。法融曰：既不许观行，于境起时如何对治？祖曰：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，心若不强明，妄情从何起？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便知，汝但随心自在，无复对治，即名常住法身，无有变异，无受灿大师顿教法门，今复于汝。